我刚进这间公司三个月，同事们都非常喜欢来找我帮忙。伊登，这份资料等一下拿去给财务部哦。伊登，麻烦帮我装水喽。伊登，伊登，赶紧上厕所。简单来说，我就是俗称的菜鸟。老板，我今天试用期就满三个月了，手上的客户下个月就会跟我签约，所以我想请问调薪的部分。伊登啊，你知道我昨天让你进来吗？就是看上一股 passion。想当年呐、啊，我第一份 job 又来了，到底是要讲几遍？全靠我努力 work hard 才能站上今天这位置。伊登啊。别计较薪水少，而是在这间公司学到了什么。认到的东西啊，就是你的，谁也带不走，知道吗？好，我知道了，老板。我的荷包在凹，也没有老板会凹。伊登，再十分钟就要下班了，等一下再去唱歌。好啊，我这次一定要穿到隐形的翅膀。老板来啦！哎，这次的记得报表，帮我处理一下。哈，每次都在下班前给我搞这招，明天再弄吧。啊，不急啦，明天早上帮我做上就好。看，明天早上要交，我是要加班到几点啦？哎，那我就先走了，下次再找你，拜拜。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。我终于看到所有同事都下班，追逐薪水的杆是好用又耐操。在搞什么？交这种东西给我。你说活动核心概念是什么？我终于看到梦想都开花。请问是在写歌词吗？哎，我这么早来干嘛？哎。重改，再不给我努力啊，以后你们通通被 AI 取代，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。提离职就像减肥，总是明天再开始。